这次很开心，就是这样子跟班长一起合作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彼此练习之间就是有那种革命情感，然后练出那种默契。虽然上台还是很紧张，然后那种情感，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，然后学音乐，然后到后来我们是玩音乐，就像到最后安可曲一样，大家都忍不住那个冲动要冲上去的那种感觉。你们为什么不冲上来呢？很想啊，如果是真的像安妮基说的艺高人胆大的时候，好，我也很想，就觉得这样子让彼此都收获很多。谢谢，谢谢慧秀。